那你是正还是邪的人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愿意去那里学习，所以还容纳很多要来修行学习的人，加起来有一万多人，那个数字超过一万，大不大？大，这个雅量，这是很有雅量的。那这些人呢，只要你愿意来这里那烂陀寺学习的人，皆周济衣食，无有穷竭，故复号四维十五厌也。就是你只要来这里学习佛法，那你要来参学的，都给你衣跟食的供养，让你饮食无缺了，衣食无缺，衣食无缺，那你可以安心的在这里求学，安心办道，说法的安心的说法，那你学习的好好的学习，你就不用去管饮食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四就叫十五厌，对不对？而且有邪正呢，你纵使有邪不正的人呢、啊，总是会有一些邪的想法啊，有些会制造一些分端的跟想法，他们也不大会去管理你，因为清者自清啊，你自己心中知道什么才是正的，所以他课啊慢慢上，慢慢上，大家一起学习，终究久了邪不胜正，你就会转那个念，所以弘扬佛法也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，你要正的一直说一直说就好。